苦瓜肠胃镜初体验，悲惨经验永生难忘。二十几年前，胃不舒服，去做胃镜，很粗哦，我们那像水管一样粗的。我那个经验也是很差，他躺上去很胃了，塞一下就好，嘴巴张开塞，塞到这里我就说啊，这我们屁股被捅的时候也是有感觉，他叫我们跪在那边嘛，跪姿啊，他捅就不会快进去就啊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